2020年1月交货的纽约轻质燃油期货价格上涨0.77美元，收于每桶59.20美元。中期交易所布伦特2月原油期货合约上周五收盘上涨1美元，至64.39美元每桶，涨幅1.58%。上海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货夜盘主力区 SC2001 上周五以每桶465.4元收盘，上涨7.2元，涨幅1.57%。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2020年2月黄金期价，上周比前交易日下跌18美元，收于每盎司1465.1美元，跌幅1.21%。国际汇市方面，美元指数上周五上涨，截至纽约汇市尾盘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.29%，至97.7009。银行间外汇市场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7.0383元，1欧元对人民币7.8158元，100日元对人民币6.4738元，1港元对人民币0.8989元，1英镑对人民币9.2617元。